我在这兴高采烈的给我在这带个净化，然后一看大招解不了，哎，马尔扎哈现在负 W 还是负 Q？ 哎呀，套 E 平 A 走位。临危套 E， 再 A， 你就顶着我啊！平 A 走位，亚索还挺猛，关键还是我护甲血位有点低啊。走位，还好我炮车补到了，如意吧，一W平 A 输一下，致命点炎。接平 A， 好净化。回家，净化解点炎呢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其实我想整仪式的章节，但是钱不够，没办法，只能买一个小沙音戒了。净化解不了大招，但净化可以解点炎。不过点炎的冷却时间是150。净化是200啊，我点了天赋啊，注意一下啊，小虫子，注意一下，清兵线，我们可以一直回蓝。哎呦我腰子被吓荡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他过去了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抽一下，用最合适的手法去那边蓝 buff 插个眼儿啊。这武器大师挺不怕死的，
换路了是吗？也没换路啊，这走个中路，这不无限补吗？这一下这波我们打不过亚索啊，慢慢来。回家了，不打了，回家出仪式的章节。呀，皮还不让出，那等一等吧，11分钟出门，一会儿杀对面亚索，他一会儿肯定得净化接我大，但是没什么用。当我有了仪式的章节，就很好杀他了。不打不了，沉默啊。哎呀，沉默，平雷花里胡哨啊，干哈呢？你在干嘛？踢。干嘛？沉默。哎呦！来个恶魔法典。刚才直接开大给点盐，他有净化，他能，我伤害不够杀他。他结果点盐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刚才他用净化了吗？他没用吧？他应该没用。没看见虾来了，没瞅着啊。我要看见虾了，我不就直接打他了吗？我可退中了，还挺厉害，还跑去刷野去了，小伙子。没有大这波，等一等，稍微。
你干啥呢？来了妖子，这怎么一小兵了呢？打不了，直接沉默，没事。哎，我没点小兵啊，这怎么老一小兵呢？一整就谁的传送？武器大师的传送。那这塔皮不没了吗？哎，160舒服了，回家。我不得，我再清一波。来个蓝烈汉的苦楚，可以说法穿海无敌了。你就杀那亚索，那亚索没啥虚区，完了全晕上了。我们支援一波，先把这亚索杀了，打个蓝 buff 兄弟，我的炮车没收到，有点烦躁。先来那一套，推塔啊 ，Q 一下，一下 A 一下，沉默，击，你能打过我？沉默。确实是无敌了呀。走，把红打了去。收一下，回家。现在我们的一个一打个三分之一应该没啥问题。来一个美甲窃魂卷呢，我想一想啊，美甲窃魂卷，出个大腰带让他们绝望。让他们不想杀我，啊，这妖的是什么意思？收一下，再扑一下，打破了预期，沉默，一打破了，沉默，12层了啊！我们直接跳弹过来，一沉默，致命点烟接平 A， 俩人全得死。那亚索、啊、上去传染病，传染 ADC， 他自己死了，他闪现到 ADC 旁边，他也不放过这 ADC 呀、啊。沉默，
沉默啊。别着急上啊，沉默啊。这一技能叫什么？煞星幻象。往这儿走来，腰子，马上来救你。好腰子，这蓝 buff 不我的了吗？他能跑得过我？给我杀了！沉默啊！我主要是想要这个蓝。这么多人之中也能把我杀了，啊？怎么看的人？先来个冰杖吧，下路收波兵，打个小龙，快点小龙，双折磨，先把冰杖除了再出折磨。往我这走，吸！终于蓝 buff 了，红 buff 有人要吗？后边艾克啊，女警要算了吧，就给女警吧，拉倒吧。沉默，一技能平 A， 沉默。那人跟不上，沉默，我必须得杀他们家艾克，沉默，杀艾克，传染病，我让你皮，沉默。再沉默，再沉默，再沉默，沉默，拿下。来了一把马尔扎哈 MVP， 居然不是我们，我没想到啊。